神之殿，大会，我马上到。使用米奇乐颂能力治疗乐佩。哎呦！我这配音不行，这配音极度专业。以后没正版授权要找谁工商？这个杰哥就是唯一选择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要找我做这个没正版授权工商，这个绝对不行。好，我们先来一个小菜，来个前菜，这个 Blub Hero， 帮助弱小无授权手游打败强势手游，不行不行。哎，起始直接这个 Roguelite 三选一。哇靠，我知道了。OK， Vampire Survivor， 吸血鬼幸存者，类吸血鬼幸存者。我可用键盘。怎么成功啊？过关了。看来是这个赶时间没声音了。哇，一级果冻人，二级的异形果冻。哇，偷懒的极致耶，没钱做音效。哇，音效要氪金。哇，这个就是赶鸭子上架的极致吗？没音效，然后人物直接捏一个果冻跟你说这是角色。音效要日版授权，太好了，可以上班偷玩笑。好，我们再玩一下嘛，搞不好它很好玩啊，你们不要那么急嘛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肯定没有抄袭问题。我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我到第六关了？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已经第六关了？我什么都没做啊。那我我刚只是按了我键盘的 S，因为我刚想说我可不可以用 WASD 来玩，然后想说我按一下 S， 然后我就过关了。而且它是有过关的哦，你看我现在关卡6，我在关卡7了。What the fuck？ 而且我会用键盘呢，你看我又过关了，我又过关了，超高速闯关。各位，这个有 Speedrun 大赛吗？我可以成为这个 Blub Hero 的这个 Speedrun 第一人， Blub Hero Speedrun 第一名 AJIE1125。 我还以为他是重来，然后结果没有，我看到我的关卡数字在前进，看他他妈三小，救命！我已经玩到第15关了，这游戏没难度啊。好，我们认真玩一下，我不用按的，我随便玩一下，我直接用玩的。妈的，玩个奇怪手游还直接找到他的 bug。测试功能没拔，我这可能已经玩到太后面的关卡，所以我的这个打有点打不动了，然后被碰一下我就快死了。哦，这个我能不能去选前面一点的关卡？还想要我看影片复活？我们要认真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我看我跳关能不能跳回前面一点？我只能选更强的果冻人，但是因为我没有金币解锁他，或是我也没有金币升级，然后所以我就只能用这个比较烂的果冻人。然后但是因为我前面全部跳关了，然后导致我的果冻人没办法升级，我现在也打不过现在的关卡。哇，我把自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呢。我这个账号已烂，这个账号死了。哎，升级升级。完蛋完蛋完蛋。技能复制器窃取生命，技能复制器好了。什么时候15关的？刚刚一瞬间啊。我还可以瞬间到第16关啊，你看。我马上到第16关了。这游戏太 easy 了。两个字，大众技。哇，干！好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块我真的不行了，太难了。这个连这个测试功能都没有处理好，这个我只能说，这你要检讨啊！不管你游戏好不好玩，这个就该检讨了。而且很奇怪耶，因为我刚刚也在按，想说我是按哪一个键可以跳关。我不知道我触碰画面哪一个点，我都不知道我要按哪里，我不知道我要按哪里，但我就按键盘的 S 就跳关。假设我今天用手机玩，可能真的不会触发这个功能，但我可能用这个模拟器玩，然后用搭配键盘，可能就会发生这件事情。而且他还很蠢的把这个按键放在 S 就是一个你想要用操控感，你第一个会按的键吧，你要嘛就是用键盘的上下左右，不然就是用 WASD。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I 啊之类的，肯定也比较不会用到。那个 Blub Hero 这个125人投票阳性92%，阴性8%。哎呀，
啦，不要每次都问谁投阴性，也有可能是有人手滑，也有可能人家就真的喜欢，人家就喜欢这果冻人，这果冻人错了吗？这果冻人可爱啊。来玩这个妖怪三国志，妖怪三国志，极胖喵刘备，威斯帕孔明，完蛋，我对于这个当代小朋友的偶像完全不理解。这个妖怪手表号称曾经在日本打败宝可梦，但现在好像又被打回来了，已经过气，不要这么说嘛，相信还是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妖怪体操的。等下妖怪体操是不是也很久了？这正版授权啊，这正版授权。妖怪手表也太过气了吧，超三国肯定没有罗贯中授权。他们可能有这个关洛英啊，号称要打败宝可梦的坟前草都不知道长多高了。我只能说宝可梦是真的强，当年听说哇，这款居然威胁到宝可梦，我也是觉得很夸张，就是妖怪手表。不过我只能说宝可梦不愧是宝可梦，还是稳稳的把自己的市场打回来了。怎么够我们宝贝大联盟打，还敢提宝贝大联盟，给小孩玩的还能干嘛？但他应该还是有一个逻辑在吧，我现在好像有点不知道我要操作什么东西啊。小孩曾经喜欢这个，但他们现在比较喜欢鬼灭之刃。鬼灭也过气了，确实鬼灭也过气了，现在小朋友都看什么、啊、汪汪队是不是？而且是为什么是不是永远都在打这一只啊？小朋友的新欢是马沙与熊，哇，感谢分享，我有机会再了解一下，完全不知道。然后但他还不错一点，我觉得他可以调配阵型前后，有状况的时候可以把别人往前弹。小朋友喜欢很贵的歌吉啦，哇，这很时事哦。也是啊，我们妖怪三国志可以投票，哇，这个投票太扯了吧，有这么糟吗？这个是看起来不至于到那么糟的吧。你们这要不要再想一下，想一下你们家的小朋友，想一下童年的你们，想想你们那纯真的心灵，可不可以再仁慈一点啊？塞尔号都比这个好，我还真的没玩过塞尔号。这个猫咪妖怪多可爱，这剧情到底是就三国志吧。打开你的历史课本，翻到中国历史的三国的部分，差不多有五到六行的叙述。这个日版四年多、哦，哇，那它应该是有料的游戏吧？那为什么现在才出现在台湾？他刚上排行榜，我是看他刚上排行榜才宰的。好、哦，我们终于可以转蛋了，小朋友长大了，都看抖音，谁在乎妖怪手表？曹操蛮可爱的啊，赵云，哇，我是不是抽的不错啊？机械赵云，我还可以再重抽。妖怪题材太局限哦，是这样吗？好了，不过我也不懂，被 Level Five 做烂的，被他们本公司做烂的。嗯，我们妖怪三国志哦，阳性 78%， 阴性 22%， 192人投票。去看 email， 搞不好有业配。靠腰，当时就是听说在日本妖怪手表比较受欢迎，然后但全世界还是宝可梦比较强。但怎么过了几年之后，哎、欸，妖怪手表怎么好像快没呼吸了？好了，我有机会再研究一下妖怪手表怎么死。哎、欸，我最喜欢研究这种东西了。Life of Mellow， 完了，我其实没有注意它是全英文。王大，再不学英文啊！好了，再见。这个不怪他，不怪他。这个我们从小不学好，没有好好学英文，抱歉，抱歉。刀锋养成，反正就观众说他这个在 IG 看到广告就推给我，好像是放置型的手表。完。
完成指引任务，获得、哦、靠腰挡住我的字。哎、欸，我还没看到获得什么，获得奖励，强化生命值，攻击强化到15。他战斗起来看起来还不错，不过他是一个放置游戏，我好像也不用动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他有在推关卡，能动吗？放置刷刷刷，佩戴武器，至少确实啦，画面看起来算舒服。攻击力强化到40，存放置是要玩什么？存放置就存放置，就看他的画面，觉得疗愈这样。防御加持。角色到达 level 5。 哎、欸，那我刚点的是什么？成长。哦，这是专门角色。哦，这个我猜这个应该是全部的角色，然后这个是单一角色吗？吧，不确定。这个打击特效吊打很多这个动作类手游啊，反正我就是把它越养越强，让它越打越上面。快赛这么多次，杰克耐心已经突破天际了。这也还好，我觉得这一款比上次玩的那一款放置游戏好。它明明就差不多的东西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款就是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。刚刚武器弄了一大堆，比较好一点的。这是有拿到的意思吗？哦，它下面写有，我目前抽到最好的这一把吧，攻击60。放置类游戏。画面看起来比较不错的，要输。哎、欸，哦，打输了。好了，自己看一下。我觉得就是以这种类型游戏来说，看起来也还行，算是放置类做的不错的。英雄，哇靠！神话要0.00001%，这有没有过分啊？0%可能是特殊卡池才有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不同角色。我们的刀锋养成122人投票，58%阳性，42%阴性。迪士尼禁之守护者，哎呦，还有剧情，迪士尼律师团待机个屁呀、啊！这是他们自己家的游戏。正版授权啊，有啦有啦，这么多资料，这正版授权没事啦没事。我刚心中还是怕怕的，该不会？找到一个奇怪的这个没正版授权。米奇、老佩，这些手下正在袭击恒星镜子，我急需你的帮助。我靠，迪士尼的动作游戏是不是有一点点还行啊？打起来好像还行哎、欸。我电脑可能稍微卡了一点，长按进行种植。撑着点，大会我马上到。使用米奇特殊能力治疗乐佩。哎呦！我这配音不行，这配音极度专业。我不知道，但他们人真的很想得到恒星镜子。配音原配音啊！你做的好，乐佩，但是恒星镜子可能需要更多的守护者。我们真幸运，这里有一颗星星水晶，可以用它来寻求帮助。我来把它扔到恒星镜中，看来可以召唤谁？什么？我被告？这配的超级适合的哇！打架我肯定选这个海格力斯，看起来有料。哇，猫咪，真好！当我们探索镜像世界时，我们仍然仍然可以召唤其他的。累了，哎，杰哥年纪大了，喉咙没办法长期这样玩，啊，不配了，累，无力了，这个我们佩服所有这个专业的配音员，刚确诊还这样玩，我没确诊，我累确诊，原来是学生刺猬，靠腰啊，哎，我靠，他两个疯狂围殴我，救命啊，这不是给小朋友玩的吧？会给小朋友留下阴影呢。画面30fps 可能跟模拟器比较有关，这卡的部分都是模拟器的问题。正版授权都没配音。好了，我玩这关差不多。史杰克船长，
我觉得玩起来还行啊，我觉得玩起来还不差。哦，这一家还有玩，还有做过 Marvel 大乱斗，所以要这样用键盘玩不太行。还好吧，这个我觉得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是正版授权里面做的不错的嘞。大家这么严格的吗？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有问题？还是只有我觉得很棒，只有我坏掉？哇，扎克，哇，白雪公主，哇，艾丽儿好正，就直接买角色了吗？超能先生，模拟器看起来比较卡啦。不要把模拟器的问题一起算进去，这个我真的没办法。哎，高飞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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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喜欢高飞，巴斯光年，不受控制。哇，这个他妈这个蝴蝶太他妈帅了吧！给了多少钱啊？干，这个蝴蝶。这个蝴蝶太他妈帅了吧！救我！怎么可以帅成这样？你怎么帅成这样？救命啊！我靠！这辛巴，哇！这辛巴也太炫炮了吧！不过我比较喜欢他爸，我觉得木法沙比较有威严。刀疤好帅哦！哇，他下面都是阴影。哇，唐老鸭，唐老鸭怎么配？唐老鸭的声音要说话，要怎么用这个声音说话？干，麦克华斯基，哇，穿了一身机械铠，哇，还帮他增高哎，史迪奇最可爱了，哇，只差这样子，把他身体这一节拉高的感觉，有一点恶心。看一下节奏，哇靠，大家真的是很严格。好了，我们迪士尼禁之守护者在大家严格的筛检之下呢，最终是 57% 阳性 ,43% 阴性 ,170 人投票，真的很严格。我靠，毛怪看起来很强欸，57% 里面有 30% 是因为我的配音。哭啊，帅帅帅，看建模比较快乐。感觉看建模的时候大家比较有兴趣，在玩的时候反而还好。我们今天看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拜拜。